嗨，晚上好。嗨，喽，晚上好呀。对，今天已经把所有的东西运回中心了，然后我刚刚从拖回来，从楼下。谢谢百靠的秋天奶茶。对，我这一身就是之前在那个什么那个地方买的，对，就一见钟情那件衣服，头饰是我的，哦，不是，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说到这个头饰，感觉今天乐鼠会像是那个迪士尼大采购一样，对，米米米，今天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睫毛今天。今天把那个睫毛涂到飞起，就是，不过现在可能有点塌了，就没有那个时候，没有那个时候卷翘。哎，对哦，你们这个哦，可能是月，可能是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月，然后就那种。但其实我是那会儿就是戴了一下午嘛，握手的时候已经都脱妆了，整个妆全都浮在脸上，就是。沙漠一般，我的天呐，就我再也不戴口罩闷了，而且闷那么久，我本来脸闷的时间久了就很难受。然后我今天非常的斑驳，我在公演的时候也非常的斑驳，然后握手不合影的时候也非常的斑驳，真后悔。对，完蛋，我魔术道具没带回来。哎呦，对啊，我们形容。妆没有，妆浮粉，然后就是形容很斑驳，就，这我跟你讲，就是我在知道我要挑一点点的时候，我就心想，这个一定要啊，搞一点魔术之类的，然后就谢谢七杯三分糖四级奶昔的权杖，对啊，我说的绝活就是魔术啊，大家。哼哼，没有想到吧？我就当时想的是，我一定要练好一个魔术，惊艳全场，把那个嘉宾吓到，把大家吓到。但是好像台下没什么反应，他们可能这个变失败了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原木版的52个巧克力。对呀，我下次记得拿回来。晚上好，还换位置，成功吗？谢谢黄瓜蚊帐的秋天奶茶。真的哇塞了吗？现场哇塞了！真的吗？当时我变的时候，我说完蛋，尴尬，变失败了，就是并没有切换的很灵活。然后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，给你们看震惊！给你配个音，真的吗？是不是？很像那个仓鼠的声音，这就是我上一次收到的奇怪礼物啊！大家看看，真谢谢光之美少女的20个大闪。对啊，就是，对，我正要说呢，我先不说这一次的风格吧，我说上一次，因为上一次的那个我当时还没有收拾完。然后呢，就没有给你们成功的发出来。然后就是要吐槽一下上一次收到的沙雕礼物嘛，还有一帮子菜狗，还有一帮谢谢爆笑的气球小熊，他会叫算了，我不要浪费自己的嗓子了。我今天在录音的时候，我就有在被克制。对，我今天也收到菜狗了。今天收到菜狗的时候，那个人还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位韩国的朋友带给你的菜狗。”说：“哇，真菜啊！谢谢从不掉链子的链子的大神。”对，菜狗真的挺火的。菜狗山，我真的我已经可以堆一个菜狗山了。
什么叫菜出国门啊？你这个讲话，这不叫菜出国门，这个就说明这个菜狗比较可爱。谢谢皮卡，求求求求，圆梦版的99个大闪。然后我今天人傻了，就是感觉就是太久不跳公演，就真的半个月不跳公演。我跳到噔噔噔噔的时候，我就是第几首歌来着？剧裂变、剧变裂、剧裂变还是剧变裂？剧，反正就是剧裂开的那个。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没什么劲儿了，一下子使不上劲儿，整个身子很软，然后结果就开始懵了。对，然后结果就是本来记得的动作我也跳串了，我连那个谢谢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谢谢，这是你今天营业了没的？哇，戴安娜凝视，这是什么礼物啊？哇！啊，我 Universe 被拍到了，居然有戴安娜，哇，天呐！哇，我也是头一次见到，谢谢松鼠轮子的巧克力。啊，然后当时心想，我身体的这个正在老老实实的跳着副歌，为什么就跟别人的不一样了呢？然后我就懵了。然后我第二遍还是按照自己的记忆来跳，啊，还是错的。然后谢谢鸡腿的缺心奶茶。然后对，有一个 part，我以为我打到小树了，但是其实是我打到了。我当时结束连忙问小树手没事吧？他说啊，我正要问你有没有事儿呢，我打到你了呀。我说你没有事儿吧？没有事儿吧？他说没有事儿啊。谢谢邪帝的秋天奶茶。对，然后我低头一看，啊，果然我的手这边那个啥了。但是我真的。我感觉我打到他了，但其实是我的手被，就手撞到一起了。哎，我真的懵了。这个动作我是完全也都记得，大的大大的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大，然后我就突然伸手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要去摘月亮，就是那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那个时候脑子就突然之间，谢谢车车小朋友的秋天奶，我站个大中间，我空空空空摘月亮。我真的不理解，然后把手撞之后，我还赶紧扭头说：“小树没事吧？”然后，谢谢小江出现了的秋天奶茶。哎，离谱啊！今天，所以说大家公演还是得老跳的，多给我们安排点公演吧。JQLL，我的本意是啥？谢谢两罐花生油的金口贝的玫瑰花。你们猜猜呢？JQLL，那不都猜了吗？因为我当时想的是，因为那会儿不是有写关于河里的梗嘛，然后也不是梗，就是事情。谢谢车车小朋友的七个玫瑰花，谢谢信天良的九个玫瑰花，金科拉拉，等等，不是科，是 GQ，卷起来了，哦，哇，那你们怎么啊？你们当时有人猜这个吗？卷起来，谢谢爆笑的秋天奶茶。哇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卷起来了，记起来了哦！哎，你看，没有这个智商，当时没有在线。谢谢小船的两个玫瑰花。那个时候没有想到，我想的是我当时，哎，本来我是要写那个，但是我上台前还特意问了一下姐姐，但我又就不敢说了嘛。谢谢硕茂的秋天奶茶，谢谢铁柱的大闪。就是我最开始想的那个，我心想，哎，算了，不太好，还是别了。谢谢阿宇的大闪，谢谢李喵喵的秋天奶茶，谢谢小船的大闪，就是四八女团的缩写啊。然后就不太好，真不太好，所以我就没写，只是脑子里想。谢谢西亚的99个大闪，不太好，所以说我真的就没有写，我写了个进去来了，那个可不可以？那不是，我说那个可不可以？确实，我一想，不太好，这个，
是吧？所以，但我觉得今天的 MC 吧，蛮好的，就是我的这个觉得，就是节奏也没有很拖沓，然后就是该讲完的就也都讲完了，然后也都很适度，嗯，对。其实本来我们这个不是提前准备的，这是在上一组 MC 说的时候我们临时。那个有的这个话题，而且其实本来那个什么呢？本来就是我们这一组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们这一组是要什么跳舞的那个，但我又觉得一提到跳舞，绝对要 cue 这那的，估计就会又很拖沓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就只是在跳舞，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是换一个说话的吧，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就。变成这个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儿，而且感觉那样时长会很长，毕竟今天还是生日公演嘛，本来就会结束的比较晚，但今天也确实挺晚的，回来之后已经过了12点了。而且还很饿，哎，我今天还发现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可能没吃东西吧，确实没啥劲儿，而且又半个月没跳，就那啥。谢谢哥一哥的秋天奶茶，没有，我早上喝了咖啡，然后跟阿姨要的那个煎蛋什么的，是吗？机长当然手热的啦，因为我们跳完了，我们运动完了，然后就。对，因为那会儿我们要着急去握手会，对，是吧？太久没有看到，这已经1个多星啊，不，半个月了，没有半个月，哦，对，半个月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新的狐狸精啊，不，妲己，妲己，迪士尼妲己。谢谢咪咪木的夜蝶。没关系，如果一会儿好静怡还是不饿的话，我这边就有囤粮。我的屋里的囤粮还在的，但是希望应该没有过期吧，半个月也不会过期的感觉。对啊，这不是人称，我今天握手会才知道这个莲娜贝尔人称迪士尼妲己，就是古人，因为大家都想买它。囤了什么呀？我囤了，我之前不是有个自嗨锅嘛，我还有一个自嗨锅，还有一个。拉面说的拌面，有这两个呢，选一个吃就可以了。如果一会儿那个什么，对啊，早饭，谢谢黄瓜文章的秋天奶茶，而且早饭也没吃饱。嗯，还好也是鸡蛋，就比较那个什么。对啊，我是在昨天晚上，大概下了飞机我才知道，然后谢谢。孙瑞的屁垫小晶晶的巧克力，其实海底捞的那个自热火锅我之前吃吧，就是它的那个辣的吧，我又觉得太辣，番茄的吧又觉得差点啥，我觉得我就应该它应该出个微辣的那种，我觉得微辣的就会好吃一点，但是海底捞没有微辣，是。本来那会儿在我公演开始之前，郝金问金想不想吃海底捞，我说我今天是晚场，他说可以等我回来。然后我回来的路上问他想不想吃，他说我现在还不饿。我说那我还回去还要直播，直播完看看吧。但我其实真的筋疲力尽，而且我腰好疼，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把腰针灸一下。就是我今天站，就是生日环节那边站久了也好疼，我像个老大爷一样，我在那揉自己的腰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回来坐，下了飞机，我在我屋里贴了，哦不，我在我背上贴了几个膏药，但是我心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我觉得舒服舒缓一下。其实平时我也不腰疼，就是长时间坐了飞机，那就是针灸很管。我在想我去针灸，我是去中医馆还是去医院那种？对，今天生日环节，嚯嚯嚯嚯，哇，这个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哦，算了。我不提前透露了，对，嗓子也要保护一下，对对，我不会再乱用嗓子啊。去医院啊？怎么说？
去什么？去医院的中医医院医院？那我挂中医院。上海有什么中医院？我不知道。我之前就是搜过，上海的一个同含春堂，唐含春同，不，同春含堂，堂不，同含春堂是叫这个名字吧？同含春堂中医馆好像是这个。哦，同含春堂，对对对，确实确实，我也觉得不能拖，但我总觉得，哎呀，最近老往远跑，哎，真的麻烦。岳阳医院、龙华，这些就是正经中医院，对吧？就不会，就不是那种私人医院，哎，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叫，反正因为我之前觉得，我觉得私人医院还不如人家正规的那种医院会正常收费一点，感觉那种私人的会更加钱，可能本来我50就能干的事，要我100-200。龙华医院，反正我就心想，我趴在那儿，人家拿这个针把这个腰扎一扎，应该会舒服很多。要不然，每次就那个什么啊，岳阳中医馆。我现在真怕了，我就必须得一定要问清楚，我就不自己瞎找了。到时候去跟人大夫一说，大夫，我腰疼，给我扎2针。然后医生，怎么给我扎？岳阳医院，岳阳楼记，加个温箱，太有经验了，加个温箱，那贵吗？我不知道，一定感觉很久没做过针灸了。我记得上一次做针灸还是很久之前，就是当时，但是不是给我腰上扎，是在我头上扎，就是疏通气管什么，就是疏，叫什么来着？放气，输气，不知道，就是疏通的，然后就在我头上扎了很多，那真的蛮久了。输精活络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对对对，忘记了，然后开了点那个，解郁丸。就是那种，就是如果你要是有，就是有点那种堵的那种感觉，那你就得吃这个，然后就会稍微疏通你的那个什么，就不是字面意思啊。虽然说感觉听起来有点那啥，但是它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那种气不顺的那种，你就可以吃点这个，或者是在头上扎针。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，对，是要去看一下。对对对，针灸疼吗？其实没什么感觉，反而还挺舒服的，因为你知道扎完了之后就会很舒服，所以你就会享受。虽然说看起来很疼，但扎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不是单个的天线宝宝，我是多线宝宝。上次青青陪我去的嘛，让我哭出来讲，不是啊。大家如果心脏不舒服，真的要去看，不要哭出来就好啊！大家，因为我上次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，大家不要哭出来就好。我牙、腰、嗓子一起看了吧？我的牙9号就要拔掉了，然后嗓子再说吧。我也不是天天唱歌，感觉还行。我今天录一点点的时候，你们听我的音源应该没有特别沙哑，就还是能唱。然后腰，啥时间呢？我们15号还有公演，17号还有公演，十号还有公演。谢谢珍妮今天营业了美的秋天奶茶。谢谢塞纳河边的猫八仙的巧克力。9号八家耽误公演，那会儿老师问10号有没有谁不在，我说我能站着，然后他说那就算在。烟嗓往一起，对，我觉得。可能就是会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烟嗓，这会儿听着有点哑，因为今天说了一天话嘛，然后就肯定针灸40分钟。对，但我觉得，有没有口罩看情况吧。如果就是你们到时候我如果肿的是滑稽的那种，不是丑的那种，我就可能不戴口罩了，可以让你们看看。但是如果是肿的丑的那种啊，像个倭瓜一样，那我可能就戴口罩了。得看样子啊，总不能我就
就吃那个就是的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里那个倭瓜的，对吧？对，上一次那是已经，我上次是拔了几天去的，上的公演。我上次是拔了几天，我拔了一天还是拔了？右滑右出，看情况，还是得看情况，还是得看我这个够，就是那个对。到时候 MC，我都怕我到时候说着说着我口水流下来，但应该不会的吧？不会那么滑稽的。晚上好，没穿了是吧？这个裙子确实很好看，我觉得就是而且很喜庆。唉，大家，我9号就要离开我的牙了。啊，不不不，就离开一颗牙，离开一颗牙。戴个维多。围兜，不是离开我的牙，这咋办？那不是离开牙，离开一颗一颗一颗，最后一颗了，最后一颗主生齿。对，牙，对，他要离开我了。哎，我上一次是拔了3、4天啊，哇，那我刚拔完的第二天，确实应该蛮肿的。因为之前我不是拔完之后给你们拍过嘛，而且我这次比之前哪一次都比较严重，我是要进手术室拔的，不是在人家那种，几号诊室，不像以前在几号诊室拔了就行，我这一次可是要进到人家的那个手术室里面，然后开刀，因为之前开刀，之前也开刀，我4科都要开刀，然后我之前开刀的那些。都是在诊室里可以完成的，但是我这个它太上面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就不好拔嘛，反正就是，所以说他们就要那个什么。但是我问了医生了，医生说没事儿，只是让你进手术室里拔，安全一点。我说好的，哎，但必须得拔，因为不拔好像影响戴牙套，我这牙套得去戴着，不能不戴。对，没关系，我要相信九院。是啊，对，我这天得吃点好的。那看来一会儿真的要问问好基因，还饿不饿了？我得吃点好的，我要把好的吃上。哎，我还要去之后还我答应我姐还要去九院帮我外甥问一问那个什么，就是不知道你们之前看我们一起玩挑战那什么，他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。小时候生下来的那个血管瘤还是叫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个小印子，还让我去九院帮他问问，就是说去掉那个什么的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不要不设不什么挑战，就是那种小孩那个什么还会长的那种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长，反正就是有一个小印子，像胎记一样，问问能不能去掉。我说那我给你去问问吧。他说：“就怕影响以后没有小女孩喜欢他。淋巴瘤是吧？反正那个叫血管瘤，但是就是像胎记一样的。不过他现在还小，才小学生。对啊，反正我就想的是，那我就帮他问问呗。我拔完牙就问，顺便去挂一个伤痕科。我说。”医生，能不能那个给小孩去血管瘤啊？就是，医生说你有 做过 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应该去皮肤科，皮肤科，对对对，是皮肤科，但是他应该有个专门去伤痕的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哦，不算伤痕，对对对，只能打字了。是啊，不过我感觉我外甥，蛮那啥的。他就是喜欢跑火车，他就是嘴巴就之前，那个开电台的时候，是好赖的，就是好的赖的，他就没有遮拦，他就是会说，完了也跑火车。我跑火车我知道个度啊，他现在年龄小，跑火车没个度，开到哪儿去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的这个火车还是，
啊，很开得很正常的。不过确实那天也惊到我了，哎，一嘴一口瞎，一嘴一句瞎话。是的，那个他笑声，他就是知道你们觉得他很好笑，他就继续笑了。但是他真正站上台肯定要怂了。他妈说的，就说，哎呀，你别看他在你那个这边活泼的，上台怂死了。然后。我上台很怂吗？没有吧，我现在多么的正常啊，对吧？慢慢练吧。没有，大家来握手会都很沙雕友好的。就没有那种非常那个语言过激的，没有。大家都开玩笑，真的，给你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。今天遇到的就是，因为我们比如说剧场里面吧，今天我是头一次在剧场里面录，啊不呸，那个剧场里面卧，然后呢，什么放着我推直播不看，听我唠了20分钟。妈，你推的直播你不看去了？然后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啊。首先当时比较就是第一波电卧的人啊，其中有一位，怎么说呢？他就是很像一个法师啊，就是他的这个手机屏幕啊，很像一个法师。然后就是类似算命一样，说他这有一个水晶球，然后再给我算，对吧？然后再给我算，对，然后算了半天之后呢，帮我电卧的这个人，最后呢，我还说，来吧，对这个许愿球许个愿，毕竟这个对吧？既然都是吉祥的东西，我们都许个愿望，谢谢打工的福音的秋天奶茶。然后呢，还有那种就是拿了一个小挂饰啊。拿了一个小挂饰合影啊，大家，他也这么捏的。然后呢，我把那个我很用劲的捏住了那个娃娃，他说小心点，别把它捏死。大家，这只是一个玩偶，这只是一个玩偶，别把它捏死。这我一定是捅了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窝了吧？就一个捏死啊，这样。谢谢煎包的秋天奶茶。然后还有就是很快速的，因为就是一张圈的话会很快速。谢谢加迪加奥比奥的秋天奶茶，非常快速的过来说，君主我只有一张圈，你能不能给我讲个段子？我说什么段子？什么段子？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段子。然后我当时急中生智，我说从前有一个鬼放了个屁死了，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个段子。然后时间到了。对，因为我想不到什么段子啊，我第一反应我能想到什么段子呢？突然之间过来，因为就是很快，因为他就是会每次就是说一个，每次就这样反应，仿佛就是要练我的这个反应能力嘛，就是每次隔一会儿过来，很快的说一个段子，然后第二过来，我说你这次要让我说一个笑话吗？我真的没有了，差不多是说的这个吧，有点忘记了，就差不多。男主说我没有段子了，还是没有什么的。哇，就是一感觉自己在参加那个最强大脑，就在那儿倒计时。那个 staff 在倒计时的不是他的时间，而是我的时间。仿佛我答不出来这个题，就是楼，就是下面我地上踩了一个坑，我就要掉下去一样，就是那种生死时速的感觉。哇，头脑风暴，真的太难了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让我想一想，我的记忆力有点那个什么。还有什么？那不行，大家真的来不了 rap，我这脑子不会转那么快的，被扯了呀。对，还有就是，正跟我说话说拜拜，我被扯走了，拜拜，我被扯走了，就是，真的是，就是后面只要有背包就会被扯走，慢慢，
慢慢被扯走了，就是被扯走了。就是所以说，大家下次背包就不要把那个袋儿放在前面，不要给那个可扯之机，对，不要被阿姨拉走。就是你手提包好吧，他不可能那个拉你的手提包的，你到时候就这样好吗？就是拉在你的前面，你就不会被拉走，你这样。懂了吧？下次这么拉走，下次这么拉走。哦，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给了我一个奥特曼的变身器，然后我当时还说哇，这是手电筒吗？然后他说这是奥特曼的变身器，好尴尬呀！因为我只认识一种，就是一个 V 的那种奥特曼变身器，但是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。我还说哇，我还以为是个手电筒呢。我以为就是担心我这个走夜路，然后给我一个手电筒，说哇，这个太接近生活了。然后我发现，哎呦，这是一个变声器呀、啊。对，也不是，其实我更想要手电筒啊，就毕竟现在手机里都有手电筒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一个像手电筒一样的那个。然后说哇，有点东西。是吧？什么大家今天比较正常？这样吧，我先把上一次的那边那个兜的那个些奇奇怪怪的玩具啊，先给你们看看玩具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镜头，哎，算了，也不用转换什么镜头。我，哎，不行，穿着裙子，我得怎么起来？哎呀，我换个。OK。哎呀，我把这个东西拿。给你们。见识一下上次的奇怪玩具，给你们见识，哎呀妈，给你们见识一下啊！首先，菜狗一号，菜狗二号。菜狗三号，好了，他们被消消乐了。然后，王八，蒜头王八，彩虹熊啊，这个就是因为我上次没有抽到那个。没有抽到那个，然后就有了这个一个玩偶，看这个彩虹粉熊，它不就是叫蒜头王八吗？解压海绵，它可以这样被捏死，然后可以被捏成这样，可以被捏成这样，然后你可以用来把它用来洗锅，然后就是你如果锅脏了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用来沾点水，可以用来洗锅，然后如果你就是你是北方人的话，你可以用它来搓澡。然后你就是它非常的干净，就是不会伤皮肤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有点傻缺的一个鸡，帝王之相啊，大家，帝王之相的鸡啊，谢谢拉格苏格拉底的秋天奶茶。帝王之相，表情包本尊这只，啊，这是弱智海鸥吗？哦，海鸥，哦，不是鸡啊，这哪里海鸥啊？海鸥有它这个翅膀，别活啦！我这能飞吗？请问，这是海鸥吗？海鸥的翅膀就一个钉儿是吗？是吗？这是海鸥吗？一个钉儿，你是能飞起来咋了？我看你飞，你看坠落了，不要瞎说好吧？怎么能瞎说呢？看着这种。就不要眼见为实啊！还有一个没有天线的天线宝宝，大家，我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像一个潜水艇啊，但是它很离谱，就是这是它的天线，但是它没有真正的天线，这是天线宝宝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之前说的那个，就是搞不懂它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然后，哦。风湿贴，
风湿贴，大家欢迎购买同款风湿贴。如果你有老寒腿，如果你有老腰，如果你有肩周炎，赶快购买我们的风湿贴，一定要购买啊！风湿贴，风湿贴啊！没有是吗？啊，行，没有最好啊。还有一只很沉的狗，也捏不爆，就是一只普通的狗，可能是哈士奇吧，感觉这个品种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它像一个萎缩了的土豆，说它是面包吧，也不像。它可能就是一个萎缩的土豆子吧，嗯，对，它可以跟那个天线宝宝凑一段了，对对对。然后还有一个驱蚊贴，披桃不是黄桃，油桃，反正就是一个驱蚊贴，就是夹在这里，我将没有蚊子来骚扰我，它们全得死，嗯，就是这种东西。还有，噔噔噔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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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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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大家，我不光有这个，然后呢，今天也并且也收到了一个前辈的冰箱贴。噔噔啊！不过那个大袋子现在还在那个我这个门口的走廊，还没有完全收拾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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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生下来的，看见了吗？他刚生下来的崽，他这只崽还在睡觉。天呐，你看，蒜头哦，这不是蒜头王八，他是蒜头王八。他跟他的崽好了，你跟你的崽先去休息。然后，哦，忘记了，这有一阵糖，QQ 糖，QQ 糖。对，而且有些已经那个不在这个袋子里，都已经摆上了。还有别的奇奇特特的玩具。还有这个，是吗？是青蛙吗？大家，怎么亮？我记得它之前能亮的，这怎么亮？就是吓我一跳，对，它是可以亮的，对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它没电了。对，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大家就是送的非常的奇特啊，就是很智慧，而且还可以充电。对，就是所以说灭灭灭是这样，灭灭，哎，好了，它灭了。然后，等一下，然后那个不是声控的，我只是想让它灭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要开始表演那个什么了。大家好，给大家来做一个蟹黄堡。蟹黄堡，大家，我可是比奇堡的员工，跟你们说，这个铲子，铁铲子啊，谁也逃不了我。哎，比奇堡还。无语，
搞不上来。比，今天暂时不营业了啊，我们这个汉堡暂时不营业了，所以说就是这样。我先捧着它，这是我的荣誉帽，我的就是工作帽，这是我的工作铲，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，大家看，很大的"王瑞奇"三个字啊，"王瑞奇"三个字啊，这个是哦，看啊，"王瑞奇"，看到了吧？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哦，看清楚了对吧？嗯，没看清楚没有关系，是你们不认识英文啊。谢谢战区唯一主唱的玫瑰花，谢谢口顶上的凯夫拉的玫瑰花。对，看到了吧？上面就是专门刻的我的名字。然后呢，这个帽子是当年谢老板给我的，就是我当时应聘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他最满意的员工。对，就是说他这辈子没有见过我这么敬业的员工，所以说其实本来是先有我才有海绵宝宝的。谢谢战区唯一主唱玉佳的荧光棒。对，然后谢老板当时我辞职的时候呢，辞职要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特别的舍不得我，然后就把这个帽子跟锅铲留给了我做纪念。然后当时海绵宝宝哭着喊着都想让求我让我把这个帽子留下来，我都没有留，哼，我。心一狠，然后就那个啥了，这个就是，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生意不太景气。谢谢 Koro 的秋天奶茶，所以说我现在完全可以去继承那个谢谢小贤的哆啦 A 梦的秋天奶茶，完全就可以去继承蟹堡。所以就是我当时还带出来一个秘方，就是它叫老王小汉堡，就是专门就是谢谢果冻的大神。专门就是我自己的那个，就是发明的蟹黄堡秘方，所以说他们，啊，这个因为就是说的是实话，所以说，对，本来这个店名叫蟹王堡，就是王不是黄啊，但因为那个人是个上海人，然后就是他是一个上海阿姨，所以说他王黄不分，他本来是蟹王堡，就写成了蟹黄堡，我就有点搞不懂。然后就是给我写错了登记的那个人，所以就导致这个蟹老板他谋权篡位啊，就是说，啊，那个上海阿姨给登记了就这个样子，那就是我们谢家的了，不是你黄家的了，不是你王家的了。然后我跟那个阿姨争论，我说阿姨，我是王瑞奇，不是黄瑞奇。那阿姨说你黄瑞奇啊，黄瑞奇就是黄瑞奇。我说我是王瑞奇。然后我就不想跟他再吵下去了，我觉得我们吵不完的。然后我就。把我的这些东西抢了回来，是吧？这是一件很感人的故事。帝王之相，没有啊，是因为之前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。我们中心的阿姨她叫我的时候，华瑞奇，还有就是之前我跟我的另一位室友，她叫黄奕，然后呢，我叫王瑞奇，她叫黄奕，她就老把我俩叫反，叫我黄瑞奇，叫她王奕，哼。真的，就是会叫反。然后我当时心想啊，果然王黄不分，但可能也只是他吧。但我真的听过好多，就是黄说的像王，王说的像黄，就是会很不那个。我自己啊，我自己听不懂。对，哎呀，好饿呀，饿死我了。啊，大家，我还收到了袜子。这一个冬天，我都将温暖的度过。我一个冬天都不用再购买袜子了，大家真的太贴心了。我收到了袜子，是吧？上一次，哇，我，是的，冬天不缺袜，夏天不缺风湿膏，心里暖暖的。是吗？这个时候我其实眼睛里边已经都是泪水了，但是为了逢就是为了那个掩盖自己悲伤，不把负能量传递给你们，所以说我在极力掩饰了。其实对，真的已经很难过，很难过了，就是太暖了。快点先装上。还有我上次没有发完的贴画。
我在想，如果这些贴画发不完的话，我以后就贴在生日贺卡上面吧。但是不是有点幼稚？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因为我这些没有用完，我也没地儿放，我也不写日记，正经人谁写日记呀？然后我就没有写日记，手账呢我也没再做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想，算了吧，要不然生日贺卡贴一点这个。但放心，我应该不会贴在写文字的地方，我应该就贴在正常的那种壳壳上面什么的，感觉会。你看是不是很漂亮？就是那种你很听话，然后老师奖励你一个 sticker。哎，算了，把你们当幼儿园小孩了。但是这个你不觉得这很可爱吗？就是多可爱呀！我的妈呀！你们 get 不到，你们真的是。是吧？是个很好的主意啊！再给你们听一段那个音乐啊，是我用腹语演奏出来的。哼哼，好哼哼哼。谢谢谢天聊的秋天奶茶。谢谢空有伴的玫瑰花。嗓子，哇，我的嗓子真的是太美妙了，不觉得很好听吗？就是我从我肚子发出来的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不给你们奏乐了，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，我要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嗓子。我要谢谢普通小猫的20个大声，我要慢一点唱。啊，我要睡着，不发出这个那个什么了，我可以睡前的时候。4536251，对，是催眠曲了，属于是，就是会听着，哇，仿佛在云层之中，喉咙动一下，我又没有喉结，我怎么动啊？咯噔咯噔这样动吗？没有喉结，大家，太难受了，我居然没有喉结，哼哼，不能动，真的睡着了，快起来呀，起床，快起床，为什么要睡觉？这才几点呀？起床！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你们可以继续睡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到，我其实以为才12点，没有想到是1点多，不好意思大家，菜狗给你们赔礼道歉。蒜头王八给你们赔礼道歉，帝王之相，智障海鸥，给你们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I'm sorry。看他的大牙，在努力的跟你们道歉了。谢谢哥本哈根的大神，你们想要三个菜狗道歉。要的听多呀！哦，不是，拿错了，哦，不是，拿错了。谢谢嘉兴路苏格拉底的大神，饿了。蟹王保安呀，失传很久了，有一段时间我失忆了。2.0的 Q 榜，哎，那蛮气人的啊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圆梦版的22个大神。对，狗屁，他现在我也是在那边沙发上，也不是失宠了吧？我毕竟半个月没回来了。谢谢藤井树不睡觉的秋天奶茶。哎，也不是失宠，你看这我这个天天要照顾照顾这么多。猫啊狗啊，对吧？虽然说都是，哎呀，
怎么这么沉？你这肚子里什么东西？幼儿园园长，对呀，不是提身，就是之前我收到过一个拼图，我那天看见的眼睛都花了，我心想，现在的拼图后面都没有那种就是，指示标了吗？就让我纯看眼睛拼，我的妈呀，哇，我那天我的眼睛都要瞎了，我心想，哎，为了保护视力，我还是不继续拼了，这个并不能抑制，只能让我近视，哦，是不是押韵了？是不是押韵了？这个不能让我抑制，只能让我近视啊！你看看出口就谢谢黄瓜文章的十个大神，谢谢热智小球迷的大神。哎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这么随口一说，你就说，哎，确实。哎，但我上次还没有上这个课呢，就是只是学习了一下，知道有什么什么韵，是吧？一下聪明起来了。很溜的 rapper， 哎，但说起来，我上一次录音，确实感觉录的时候吧，内心非常的煎熬。大家，我一定要来吐槽一下。本来我想的是，如果以后哪次 MC 话题可以讲这个，我就讲。但是我怕我到时候忘记，我还是讲了吧。就是。因为我之前就是看书里还是看哪里嘛，就是说你要记住自己的尴尬，任何一个尴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拿出来当做段子来讲。虽然我就想的是，我以后要把每次我尴尬的事情都记住，不过好像我也一直在说我尴尬的事，遇到尴尬的事情我就会跟你们讲。然后就是说那一天，就是本来大家录音的时候啊，它是按小时算钱的。我们那边那家录音棚啊，我找的那一家，就是200块钱一个小时嘛。如果你但凡超了一小时，那就是200乘以2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我录的很不录，我录的不多，只录一个主播的这么一段。然后呢，事情就这样开始。我刚进去的时候呢，就是说。没有，郝静他们在上海录花了299。我花了300多，他上当时甚至想要跟我要400块。我真的无语，因为我只录这么一段，我其实不用唱很久，我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搞定。但是为什么我用了那么久呢？为什么我用了那么久呢？因为我的这位非常自信的录音师说，首先他的一句非常，再重复的名言，我干这行十几年了。首先这是他经常重复的名言，二来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呢，我知道我自己就是每一句我录完之后想重唱，我知道我自己要干嘛，我说我要重录补录哪一句，但是呢他非要给我上一课，因为他觉得我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他觉得我，他问我那个是放假了吗，对，我说我放假了，他然后他可能以为我还是那种就是那种在校学生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上课。我心想，过的每一分钟都是在花我的钱，你为什么还要再给我上课呢？我要是上课，我干嘛不去外面上课？我为什么要在录音棚里上课？然后我当时都懵了。我在唱那个歌的时候，但是录音毕竟是他在给我录啊，我总不能，因为我不会对人很没有礼貌的那种，因为我也不可能，因为我也不是个那种。咋说呢，很彪悍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就不会跟他说，我说想抓紧时间赶紧录这种，我说不出口啊，然后我就每次听完他唱这个，对，听完他我就唱一句之后听他那个说嘛，说你知道当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你学过音乐吗？我说我没怎么学过，但是就是找得着调儿。就是我知道怎么唱，然后呢他就说，那你知道，那你老师有没有教过你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谢谢写的大神。然后我心想，我说老师不教这些啊，上课就是拿着琴就练声啊练气息那样啊。他说老师这个都不教你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不要脸。听君一席话，
胜似一席话，就是为什么他讲这个呢？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放开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刚进一个陌生的录音棚的时候呢，就是会一开始就是想跟唱几遍，对这个歌嘛，完全开开嗓这样。但是呢，开头的前期会稍微有点紧张嘛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说这个来让我放松一点。然后呢，我说我现在已经放松了，我可以继续唱了。然后唱完了，我唱就是唱的第一段结束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开始说，你知道吧？你唱的这种类型呢，它有点偏向这个美声了，分大嗓和小嗓。你现在这个嗓音呢，略有点沙哑。我说我这个嗓音还没有完全开呢，我想再多跟唱几遍。然后呢，他说，那不对啊，唱了两遍你的嗓子还是这么沙哑，你是不是小嗓？但是我心想，我本来我就是能唱高音的，我正反而低音我不好唱，但是你我肯定就可以唱呀。我沙哑是我还没有开嗓，要不然就是他最后说的我声带息肉那个。但是，然后我就在，然后就开始他又开始给我讲课，我就开始听，他就讲说，你这个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又进来指导我。我心想，哎，录音师，哎，你进来干什么？你录音就好了呀。然后他当时像个声乐老师一样，他进来说，要这样，就是给我教那个，给我起范儿那个教。然后我心想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在我的录音室里面这样录完，我早早回去，我控制在这个200块钱之内。最后，我的妈呀，我那天，我的天，我心里一边在这样，一边又还得好好唱。我当时唱到中间，我心想，哎呀，我都不想唱了，就是搞的人就是很磨你的耐心，就搞得我可能很快就可以唱完那首歌，我搞了好久，就是那种唱一句他教你一句，但我知道啊，就是我又不是聋子，就是我知道自己哪一遍是要重录的。哎呦喂，太难了，我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因为我自己练习的时候，我都知道，就是我是不是能唱出来，我不能唱出来，我就不去录了呀。哎，无语。不过以后再也不去了，再也不去那家了。哎，管他这是录了多少年呢？哎，真的不想再去了，我不想再听讲课了。完了，他结尾的时候，对，我想到我之前，就是我第一首那个原创的时候，也是当时录歌的地方，也是在耗费我的时间，就是我在那一直等着说什么时候录什么，也是在拖时间。为什么要拖时间呢？哎呦喂！对啊，我的天呐，我真的是很无语。我感觉就是在哪儿都会有那种想耗你时间的人。谢谢 DYS 的秋天奶茶。对啊，然后就心想，以后真的我还是找我录当时导的那个吧，那个真的，因为他跟我们这边录过公演曲什么的，就会很快，很有效率。哎。没有，他们录音棚不会按这个录音的长度来的，他就是按照那个，就是按照你小时计费，用棚的小时。哎，我脾气真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他最后，因为我总觉得，毕竟那个，哎，想的是不要惹人家嘛，惹了我又一个人出来，我就还是能那啥。然后最后他还问，不嫌我话多吧？我说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就然后我赶紧交费，因为我录完出来呢，我就觉得该交费了吧。然后因为我用完录音棚了，然后我说那多少钱呢？我应该想走了嘛。然后他说等一下，这个音频还没导完，还没有给我发过去，等我邮件收到了的。我心想你都给我传了，我就不能在路上等着他收到吗？你还要，然后不过还好，只让我等了2-3分钟，但是我真的很无语，你真的。你这可是掐表算，你传你这个又真的好多余。哎呀，我然后那天想不能生气，不可以生气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然后我真的每次好被坑钱，我真的是，我下次，哎呀，但我总不能干什么事情都出去带一个很强势的消耗金什么的，就这样。但是总得还是要自己面对这些问题，但每次就是还是这个让人家占便宜，就是多收钱那种。
哎，对，还好我提了，不然我的天呐，真的。对，他就是听着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，但也没办法，我可想改了，这种就是这种好说话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好像也不太能改掉，就太难了，这就是性格问题，性格怎么那啥呢，对吧？是啊，就是遇，就是想谢谢 DYS 的玫瑰花，忽悠客户那感觉，哎。对的，反正至少在这儿避雷了，我可以找那个之前第二手。带车面包人，这叫社恐加直男。我吗？我觉得我不直男啊，我多善解人意啊，对吧？心胸宽阔啊，确实不能生气，真不能生气，对身体不好。谢谢小贤的哆啦 A 梦的五个大神。对啊，但我已经我吃过多少亏了，我想想都觉得亏，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哎呀，谢谢困我不二的玫瑰花。哦，我社恐，录音师直男。对，因为我奶奶都心想，我都跟她说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我录的就很少，然后她也知道，我都没有想到录这么久，真的录到中间我心态都烦了，就是。哇，而且我那个录音室不是有监控嘛，就是他在外面能看到我，然后我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感觉在唱，我就想左右晃一晃，放松一下。他还跟我说：“你唱歌的时候不要左右晃，容易气息不稳。”我气息有不稳吗？我这么唱的时候反而会轻松一点。谢谢 DYS 的六个大闪，他还监控我。谢谢起舞的八个大闪。你管我晃不晃呢？我晃了有律动啊，我没有律动多难听啊！我的天呐，然后就，谢谢皮卡丘丘丘丘圆梦版的99个大神，真的好无语。我怎么凶？我感觉，哎呀，我感觉就是很难凶。这，哎，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就还是，对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就是不好意思。很那个什么，谢谢李喵喵的秋天奶茶，谢谢起舞的巧克力，就是摆明了去了就很好说话的那种，啥都是这样那样，就一点也不那个啥。对，我也觉得有时候这样也挺好的，反正至少也不惹事儿，除了就是受点那个什么。像榜二那样晃，哎，对。但我是整个就身体就是这么晃了晃，该说直说，说不出口。哎，就是真不好意思。你看他一直那么说，我就是，然后我打断他，我说我想快点录，我那个你别再说话了。我就说出这种话，哎呀，天呐，说不出来，太难了。你也没办法，人家给你录呢，真不好意思说，哎呀。太难了，那就是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个，你看每次都是会这样，所以就说这就改不了这种东西。谢谢 DYS 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对，我觉得。我觉得，哎，很难了。就我也没有想到，怎么就是这么个性格？我也不喜欢这，我小学就不喜欢这个性格。我奶奶都说你太软弱了，就从小睡到大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很难改的一个东西。我小学就想的是，我要是那种大姐头的那种感觉的人多好，我就很羡慕。但也不是，就是一直就是很想那个啥，但也没有改变。电脑已经修好了，在那天在家的那个已经放在家里了。对，性格这个东西吧，我觉得也有好有坏的，反正也挺好的，也不惹事儿，就是会有点受气。
好的，哦，该睡了就睡吧，嗯，1点半了，赶紧睡。底线这个东西，哎呀，看起来不好惹，哇，我倒是想啊，但哎呀，突然假期倒计时3天，哎，那还有3天呢，可以再玩玩。是啊，确实也容易相处。该睡的都去睡吧。可能说是我没有表情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表情的时候，在台上真的非常的冷酷。就像之前小爱还说，我去带艺的时候，就是还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这个整个人很冷，冷着脸在那。但其实好像我没有冷着脸，但反正我就是在干自己的事情。就是看起来会有点那什么，哎，好饿呀！天呐，我估计好今天都要睡了。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明天不播，同事关系。对，哎，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一下忘记。就要呆啊，确实会呆住。哎，我有的时候在台上，就比如说，我在台上可能看，就是在可能就是不需要我的地方，就是比如说今天那个，最后就是在等待自己说 MC 的时候吧，应该就是3排这样，可能在等的时候，我的眼睛会突然被一个地方定住，就是比如说一个摄像机，我眼睛就定在那儿，然后想移开，我还得缓一缓，我的眼神才能慢慢移开。啊，对。就会这样，我可估计你们也会这样吧。就有的时候会，哎呦，我起皮了。对，去外面化个大姐，那要化个欧美妆那种，吊眼线就直接，像个坏人。啊，不是说化这个妆就是坏人啊，只是说更加那个什么，有攻击性一点。对，化一个这个妆。重生计划呀，现在重生计划可不好上啦，要缺人了才可以上的呀。是的，这样更不好惹。哎，不行，我太饿了，我可能要下线去吃个东西了。哇，怎么会这么饿？好的，拜拜。再见，早点睡吧。哎，我肯定也懒得出去吃了，我要去吃点这边的那个什么了，囤的东西了。拜拜。